然后我们往里面倒一点水。 把我们的鲫鱼放进去，嘿，好了，这样它就不会死了。哇，漂亮！种鱼，这是什么鱼？哇塞，红色的！哇塞，红色的！天哪，这是一条锦鲤吗？野钓碰到一条红色的大锦鲤，哇，我们给它弄过来。哇塞，漂亮！哇，好漂亮这条鱼，看它的肚子，好像有宝宝了，那么我们给它放生吧。祝愿看到此视频的好朋友们，祝你们身体健康，家庭幸福美满，来个双击，来个关注，希望你能给我带来好运。再见啦，红鲤鱼！让我们继续，漂亮！哇，中鱼了，又一尾，一对儿，一对儿大鲫鱼，太好玩了吧，这也漂亮入超啊！ 这里面还一条是刚才没有入库的，一对儿，看到没？好事成双，注定我们今年要大吉大利。我们的自制鱼护刚才因为渗水渗得太快，所以我找了一个袋子，给它装到袋子里边。这是我们的鱼，继续抛竿入水，漂亮！哇，漂亮！又一尾，我们的目标鱼，鲫鱼来喽！ 飞它！算了，还是一条一条的比较稳一点。啊，这大鲫鱼真好看，一定很好吃。看，入库喽！啊，中鱼连杆了，现在已经。哇塞，我们把鱼群聚过来了。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！它还吃了我双钩呢。入库喽！漂亮，中鱼！哇！ 666鱼，哇，又是我们的目标鱼，大繁鲫，飞呀、降落，哈哈，这个还有点瘦，先入库吧，漂亮，哇，又一尾，这么的肥，嘿，这么肥，这个可以当老爸的下酒菜了，漂亮，野生的大繁鲫，你们想吃吗？入库喽，这个大，把这个留下来。 哈哈，来抛竿入水，漂亮！天气也不早了，我们再钓一个收竿鱼就准备回去了。漂亮！哇，哎呀哎呀，好像是个大的吧？哇，真的是个大的，这大鲫鱼看着都让人流口水。好了，我们钓的差不多了，看又一尾大板鲫，来来来来来，让我们看看我们钓了多少鱼。 我们把这些鱼装盆里带回去。哇，看还有一个金黄色的，这是今天的收获。喜欢钓鱼的来个关注，来个双击，收摊回家去做鱼喽。